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心法讲座》。那比如讲，啊，咱个国家才提倡讲爱爱咧，合作心灵改革，心灵改革。啊，那一问一我囡仔咧，伊讲啊，无啊多心灵改革五分钟个热度，五分钟。好，那么咱全民咧，全国全民咧，对心灵改革个基本个资料都认识，咱无认识。咱个政府。一个代表，代表咱爱心灵改革。心灵改革啊，咱爱首先的对口开始，对嘴开始。领导人要改革的人，咱讲话第一爱有诚信，下个个人格来领导所有的百姓。那么人格有啊，但是伊的诚信嘛爱有，诚信就是人格。那么，咱即摆真侪人对着这个叫做心灵改革，存一个怀疑心，但唔是移民政策，还是啥？站在咱的修行啊，站在咱修行的佛家禅宗的所妙法了，来领悟的。你讲到心灵改革咧，就已经在讲到提示，代替咱的心，讲咱的心。所以咱啊，总统在讲啊，心灵改革。总统代替咱的心，至高无上每个人的心，讲现在咱的思想、咱的心，咱爱改革，家己约束家己，家己改革家己，并唔是讲咱的总统、院长、部长、遮个啥治安人员，甲咱改革咱的心，咱是爱家己改革家己的心，才是改革。可是即摆人呢，因为将这句话呢，讲是谁讲的，作为标准。若是讲咱今日，咱就真介意咱的领导者，真欢喜。伊讲一句话咧，咱就对咧一定照咧做。那是无咱无欢喜的咧，一领导者咧，甲咱讲一句要心灵改革咧，啊，有个人咧，伊就无法度接受咯。伊就啊，伊就要对我安那，好要骗我安那。但是咱中国全民百姓咧，咱爱有学佛佛家禅宗的精神，会顿悟的妙法。就是讲，咱的领导者就是咱的心，咱的心上大嘛。咱生长伫台湾内底，谁上大？领导者上大，领导者上大啥？啊，那么咱人内底上大啥？咱的心上大。所以领导者就代替咱的心，替咱讲出这句话，讲咱大家心拢走起咯，拢偏起咯。所以咱必须要改革家己的想法，咱心才会安，心才会安。好，这就是讲领导爱德威并济，爱有德。领导者爱有个德，啊，有个领导者咧，哈，伊就无咧无迄个叫做人格，伊无咧德，阿袂叫咧，人爱叫咱做是无可能。所以，咱若要做一个领导者嘛好，啊是咱事业成功。对失败甲成功以后咧，上重要咧，甲咱提醒咧，爱一德甲威来并者。威是啥？唔是对别人是威，对家己内心的威威严。哈，爱行善积德，然后对家己爱有一个威严，唔是对别人威严。哈，检讨家己，唔是检讨别人。所以真侪人咧。搞错了，咱去检讨别人，拢袂记咧检讨家己。所以咱德威并者，公义是必要。公义咧，咱的意志力，咱往往一个人咧，好对家己约束家己啊，拢五分钟尔，
五分钟尔。所以咱的政府啦，即要提倡讲心灵改造呢，啊，访问一寡囡仔、老伙仔、少年人，啊，五分钟尔。可见讲五分钟人，伊对家己本身嘛无信心，对本身家己嘛无信心的时啊，那么当然伊讲五分钟。经过了安尼，伊人生啊，充满着不安，充满着怀疑，充满着惊吓。这种人是真可怜啊，非常的可怜。各位用再看麦啦呢，好，再看麦。所以咱啊，德啊，威啦，那么正神德爱有威严，对家己威啊，那爱同齐去做。好，约束家己，做善事，约束家己。然后呢，爱有意志力。头到尾，唔当半当做做停停停停都搁做，所以咱有头到尾咧，咱就咱说逆境的逆，逆境的逆，就是回归原来，回归原来对清净本来的面目，咱个良心嘛。好，所以咱若是要报到这话，弟弟们，我爱我如何咧来做应付着目前这的。诶，事业咧，则未阁败坏去，则未阁败坏去的是啊，吼，就是德威并济，讲嘅是必要的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咧，咱继续过来讲，假设咱圣贤该开始的第三爻，地德林的第三爻，吼，第三爻，第三爻是啊，会解释嘅吼。第三爻是六三，因为要阴嘛，就六三。啊！领导不可以用诱骗的手段，这点就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哈，咱即摆政府啊，咱领导，哈，假使呢本来都好意，但是有个人为着要达成伊的目标啊，用诱骗的手段，用骗的手段达成这个伊的愿望，那我一个徒弟。好，门徒咧，你某某乡镇咧，好做首领，伊个乡镇咧做这个领导者的镇长，啊，因为咧，咱政府都扫黑的代志啊，伊地方啊有这个做恶霸，吼，阿在霸着地方啊，啊违标啦，逐项无所不为啊，问题一大堆来，所以政府咧要甲为着要办这个恶霸这个人咧，那么将有关的人拢叫来。用这个叫做诱骗的阶段，都啊，你的精神呐，安怎啦吼？啊，这你我都帮你转去啦，啊，一旦安怎？诱骗的手段，那么这地主当然冇智慧，讲我无就无，你是安怎用？但会用诱骗我？那么是安怎用诱骗？社会现象，好，咱领导者啦，也是咱要办案的人啊，咱要有一个智慧，本身有智慧。唔免说诱骗，好，所以尤其啊，那么领导百姓，未使用诱骗，骗到一时啊，我都骗到一世，好，你骗一天，我都骗十天，到尾啊，所造成的反弹呐，都等下，若是咱一个公司失败以后，哈，佫成功了，好，咱啊，若佫用诱骗的手段呢，要对所谓用诱骗的手段呢，安尼呢，嘛会真紧就佫失败。那么再者讲，咱自己就好，家己对家己，莫对别人。往往咧，咱拢家己举一支腿，互家己落。失败以后咧，咱若小可爬起来以后咧，吼，咱往往咧，拢对家己，吼，对家己咧，拢一寡家己骗家己。真济家己骗家己，啊骗骗的是未收山，啊因因个个闹会无防破立破去啊，好立破以后咧，民主都无啊，都个灾累啊，社会真济人安尼，好即个真济人咧，
有的是什么公司，投资公司啊，什么基金是基金集团啊，啥集团，吼、哦，真济人即摆咧，吼、哦，用诱骗众生的钱财，吼、哦，这拢是非常的不该，因为互咱骗去的人啊，往往就过去先，那毋是咱的亲，就咱的戚，就咱老爸老母，咱的囝，咱的某。哦、所以啊，咱若有心的要诱骗的，哈、哦，咱要领导人，也是用诱骗的，不是真正确的方法。这不是人性的尊重，不是人性互相所尊重。别人事业嘛，同款。比如啊，我这事业咧，我要领导这事业要成功，哈、哦，好起来，哦，就足侪人，足侪人合我公司。结果所讲的一时啊，哈、哦，啊做的无同款，迄个诱骗，诱骗。啊，咱要领导袂使用诱骗，那安尼真紧嘞，啊，都会去失败嘞。好，咱过来就是第四，哈、哦，这个动第四爻，假设咱卜一卦啦吼，甲咱动第四爻的时啊，哈、哦，动第四爻的时啊，就是讲六数嘞，领导应以用贤，领导应用贤能，再三个强调，一个人失败嘞以后。失败以后咧，爱用贤人才爬起来。但是一旦成功以后，更加爱用贤人。哈，成功以后更加用贤人。比如一个公司啊，伊对失败以后咧，事业失败以后，啊，拍拼，翻身差不多爬起来，爬起来以后咧，你爱更加用牛的人用贤人，袂使啊，我爬起来，贤人就免啦。那么真济人即个安尼，伊个公司啊，好开始失败。请顾问来做，请了顾问公司的顾问技师啊，来甲恁斗辅导。辅导起以后咧，开始咧，头壳在想了头壳，在想讲，这个闲人啊，这个狗啊，这个踢掉去，我甲你做到啊，哈，我就免一个月了几万块啊，还是免甲你分啊。无想咧，一当时失败，若是有智慧者，免请顾问，这顾问咧来甲恁斗扶持。啊，顾问到三个一级，你哇，我知啊，我食三杯应菜，因为安尼我啥拢捌啦，所以免这个顾问啦，真济人安尼，啊，跩顾问那个死掉，啊，这个处就过来啊，真济人安尼，所以一旦一个成功以后，你对顾问愈重要，贤人愈重要，因为当你成功以后，你的事业体会更快，吼。你的境界我提升，境界提升了，当然咱的贤人呐、啊，这贤人呐、啊，你有智慧人，更愈需要，更愈需要。哈、哦，唔是讲我成功以后咧，这性贤高人就变了。所以成功以后，高人愈需要就对。那安尼，恁咱的事业愈未失败。啊，是咱的事业成功以后，啊是咱国家，嘛同款。咱个国家愈兴旺个时啊，爱愈用贤人，因为愈兴旺啊，咱个层面偌高愈快，愈快爱愈用贤人，则袂去继续即个失，需要去失败呢。那么往往呢，就是拢真容易咧，小可成功以后呢，就感觉哦，感觉人个家己搞啊，啥拢免啦，啊，都搁知咧。我真侪信徒拢是安尼，当伊成功以后，老师，哦、我即一个月摕十万，足无理个呢。吼、哦，这顾问家己也提咱们做无理的，唔系啊，我就这石头甲撕掉，撕掉都败了呀。无想你咱当时失败的时啊，伊甲咱牵绳起来，伊所读的册企业顾问做到顾问的，甲咱牵绳起来，牵绳起来以后咧，咱应该还佫珍惜伊有的才能，伊的才能的，伊个甲咱斗相的，咱的事业就是伊甲咱斗相啊。咱爱知恩因，爱感恩报恩，知恩感恩报恩。咱保持这条件的时啊，顾问费好提我去，照常送去。伊咧顾问费照常会过来，顾问甲提倡咱的事业，再袂阁失败咧，咱会当阁愈行愈发展。所以奉劝啦，是方将先生啦，若是讲咱若事业成功以后咧，有贤人啦，尽量请贤人，咱的事业才会徛会不败。好，若无咧，真紧就阁失败。咱个甲过来就卜个甲四方卦，吼卜哩五爻，吼地地林动哩五爻，吼动六五爻来，吼动五爻来用我，领导爱以智慧运用组织，
智慧运用组织。当一旦咱一个人成功以后咧，第一爱以人格来感应、感召着所有的朋友伫遐，也是咱的客户。第二咧，咱爱德甲位咧，咱爱有坚强意志力，要求家己。第二，要求家己。第三咧，领导袂使用诡骗的手段，咱领导袂用想我哦骗众生、骗百姓、骗咱客户，凊彩骗骗的哦，要骗伊骗来骗去，那安尼都唔对啊。咱真侪人成功以后，就骗来骗去，哦骗的。哎，我甲你讲，我是骗的，你莫讲的。那你讲哦，我是骗的，你莫讲。你若拄着这种人，袂搞你。哎，就咱一家嘛是好骗的，是其中一个。好，所以诱拐，那么阿妈用诱拐变来用现人，哎，用现灵有现灵有能力的人，现灵的人，好，这点是非常，咱事业要成功，立于不败的，爱用现灵。过来就是两个，哈，领导过来就是爱用组织，运用智慧来这组织。每个人每个人有伊专长，每个人伊有伊技术。每个人有伊智慧，好有伊福。咱呐，事业成功以后咧，咱爱应用现人，应用现人爱应用咧，请咱这顾问现人咧，甲咱重新规划公司的组织，重新规划公司的组织。哈，这就是智慧运用组织啦。组织就是正港团结一心，是咱事业成功的基本的条件，是组织。若是无一个组织啦，咱事业要成功咧，可能就真困难。好，即使乎你成功咧，嘛是短暂、短短的时间尔。好，所以领导爱以智慧运用组织啦，非常意思就是人事制度。哈，一切人事制度咧，我一家建议各位，咱若要做事业要成功者，我建议各位读《孙子兵法》。孙子兵法，将孙子兵法用在事业上咧，甲用在咱自己的修行上咧，我相信各位事业立于不败，咱的修行更加成功。好，这就是运用智慧，智慧咧，胜利的智慧就是孙子兵法，帝国的智慧就是人族中央。好啊，这个人格德甲威来帝国，好。领导爱以智慧运用组织，若是咱呐，才挂上来，佫开始咧，伫人熬，当伫人熬，哈，伫人熬时啊，是啥呢？解释就是讲，领导应以敦厚，较厚道咧，不可刻薄。咱遮真侪人，哈，伊事业成功了，真刻薄，真够刻薄。哈啊，愈成功愈有钱呢，一路刻薄，啊，唔则会刻薄，唔则好严。但是，一旦咱刻薄个时啊，咱无老实刻薄，真紧呢，咱就个失败啊。好，非常紧就失败。那么孔子呢，甲咱开始讲，咱一个人对失败以后达到成功，成功以后呢，要如何保持咱这事业体？保持事业未立于不败的基本条件，最后一条咧，就是领导的要领，就是爱以敦厚，爱以和气，哈和气。然后咧，未使咧刻薄，未使刻薄，这是咱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。哈，也是啊，咱领导无敦厚咧，无顾无老实。也是安尼滚轮转滚嘞，哈！也是安尼，好多聊聊菜串片呀，哈！啊，头壳看面顶，哈！啊，人讲哼，这种足紧就失败，这就是无敦厚、无老实，哈！啊，过来不可刻薄，啊，真侪人呢，都往往是真刻薄，哈！啊，这里牺牲别人，成全自己，这都是刻薄。好，
所以啊，咱过去是奉神知识，易经的妙法，就是教咱如何对失败中间爬倒起来。失败有失败的原因，哈，成功有成功的果。那么咱这个卦，哈，过去顶卦的三方卦，阴，哈，阴的腐败，哈，啊，吉星，吉星以后现在果。现在过来逼临临下，咱要骑关山看过看马小丹，咱就已经成功来了。当成功以后咧，爱看爱电视，咱爱看爱加看，将咱的好多电视咧，就将咱的成果哈电视啊提出来公开，好这里有缘的人来看。好，这就是电视观看。好，那么。这这节咧，就是讲地地林成功以后，咱爱安那个领导如何照顾保持咱事业未个失败，以什么心态来保持咱的事业的成功？迄只红阿婆中间咧起动干股，红阿婆中间咧感情拍歹，啊，啥咧感情歹？就咱人每个人的心甲心咧，拢内底有生虫。无得互相受谅解，哈，无得互相去受尊敬，无是讲我尊敬另外一方，就尊敬家己；尊敬别人，就尊敬家己哦。好，咱对别人自卑，就是咱的心的自卑哦。结果咱这人唔是，拢是伫检讨别人，哈，检讨别人啊，拢家己无得检讨，所以地主的这事业咧，咱的果咧，哈，咱的这个因咧腐败。啊，佮拍拼以后咧，就必有果，果会成功。啊，你这逼林林下，啊林下，就是讲将咱所成功诶，所成功诶经验，吼、啊，以后咧，咱来展示出来。咱诶成功诶经验咧，咱来开发出来。成功诶经验诶宝贵诶要领，咱来开始服务安尼人来了解。吼、啊，这叫逼林林下呀。好、啊，那么咱第一林啊。甲咱开始的重要，第一日了解咧，成功以后，吼，咱都如何保持着咱的事业？第一就是讲爱人格感召，人格感召，吼。第二呢，吼，就爱德甲位啊，德甲应该要德甲位啊，啊，并且讲嘅是必要嘅，吼，爱有信心，爱有头有尾。好、哦，有头有尾，好、哦，过来领导袂使你用骗的方法，袂用骗的手段，好、哦，即摆社会真正用骗的，结果骗到尾拢骗到家己尔，好、哦，心也不安，因为每个人互咱骗的，伊后壁会出事做人，伊有伊的一面的道理，伊有伊的这条路成功的基本条件，好、哦，基本条件嘞，好、哦，成功的条件是啥？伊就老实有人格德位，吼啊，然后讲嘢，啊，伊做代志伊拢袂用着啦，用人骗嘞，吼，要骗一时骗一时好嘅心态，非常嘅错误，啊，然后咧，我爱用贤人，用人，哈，贤人，贤人有智慧嘅人，哈，啊，甲有这个经验嘅人，专业技术嘅人。那么以后咧，你请来以后咧，咱就请伊甲咱指导人事组织、事业体的组织，就运用智慧，以智慧来运用组织，以智慧运用组织，然后最后咧，哈领导咧，就这条就遵守啊，袂使刻薄，咱袂使刻薄他人，随便刻薄他人咧，哈安尼来咧，到尾啊咧，何处吃亏是家己，哈。那么咱这节咧，哈就是讲，地德林。第一年咧，就是现在过。好，那么后节咧，咱未来咧，咱就要来讲皇帝官。皇帝官就是观看，哈，就是电视，如何电视咱的事业，哈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咱这节大家一个段落，祝福大家事业顺遂。老祖大天尊，南无王
曾